科纳终于赢了，拿到了第八场比赛的胜利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此刻的心情仿佛当年重回赛场干掉牛仔塞罗尼。赛后科纳忍不住地嘲讽对手，仿佛他拿到了七场胜利。Holding on to each other, you're out in here for two rounds. You think Klaus got top after two rounds? Is the fight over? Listen, there's a lot of room for this fight here. 更衣室里，科纳不忘拿出自己的小酒来一波赛后庆祝，给品牌做一下推广。上一场比赛后，7-0的科纳还在焦虑地问白大拿：“如果被横扫了怎么办？”白大拿说：“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”如今获胜后的科纳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有人将他和白大拿的视频剪辑在一起，欢乐的气氛直接拉满。TUF31 为录播节目，比赛的事情早已经发生了，只是最近的康纳可没有那么高兴。他被拍到参加葬礼时跟人发生冲突，匆匆离场。有小道消息说，他跟一个女士在洗手间做了一些事情，然后跟该女士的男友发生了冲突，不得已匆匆离场。这件事大概率也会像迈阿密热火主场卫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，不了了之吧。